开赛就有助攻，而且是两个助攻哦。吉尔贝克这边要到了少英，同样开局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。是。从刚才的第一拍对抗可以看到，林胜其实力量上面并没有输。没错没错，在没有失位的情况之下，其实做到干扰就可以了。是。跟大 B 哥做一个配合，这边要再找。吉尔贝克要到了艾尔斯的犯规。哦。钱克尼打挂扑到篮底下，又被两罚都有。林振自己再捡一个，对抗之后自己再抢。钱克尼把球给往前给 Gilbert， 打过去吗？没有。最后裁判雷扣给了一个犯规。嗯。这个手腕转换之间有点犹豫，他是有点犹豫了，他觉得是马上抢到这个篮板，防守贴过来，犯规却在埃尔斯的身上。小白再给到卢俊祥，看来要自己打掉咯，这边被大 B 哥给封了下来，同时吹了桑尼的犯规。吉尔贝克的两罚都有，篮底下碰碰对上吉尔贝的防守，来看一下，转身，大比哥来一个高难度的两分球，持续把比数给追进。来看一下简浩，最后桃园土人领航员84-80击败了来访的福尔摩沙台星梦想家。这个周末主场2连胜，同时收下了 PLUS League 从第一季以来队史最高的5连胜。